郑雪芬女士，徐丹阳女士。热烈祝贺法国华人贸易促进会第七届会长团荣耀诞生。林湘伟先生荣任会长，陈海祥先生荣任执行会长，王希先生荣任第一副会长，陈旭英先生荣任秘书长。祝愿在林湘伟会长的带领下，协会积极促进中法民间贸易，为中法经贸往来注入新动力、新能量，增进两国人民友谊，鼓励旅法华侨融入法国社会，推动中法贸易不断创新突破，迈上新台阶。期待法国华人贸易促进会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铸就辉煌。祝愿就职典礼取得圆满成功。